嘿，好了，我们今天继续回到我们的 Great Conqueror Realm 的世界之中。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对抗这些可恶、可恨，而且很难对付的蛮族对手，然后让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 The Power for Realm。好，反正今天又是一场硬仗啦。但我相信，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我们应该可以打出我们的一片天呐。对啊。不畏惧 ，without enemy, we will triumph once again。我应该先什么？城市规划是还不错，可是那太久了。起重机是蛮重要的啦，算了，就这个呗。刺死他们，我的精锐兵！砍死他 ，slice him。可惜这个斧兵他没办法有效对抗我们的剑，有效对抗我们的枪啊，对吧？因为他只擅长对付重装甲单位。很好，我作为指挥官在消灭敌军，天经地义。OK， 再来是你。Anthony, I need you back. And we got to think a way to destroy him. 对啊，这家伙真的很烦，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拿石头砸他，吃我石头啊，起码很有用。我觉得这重斧兵真的是最糟糕的刺激步兵了。对，我还宁愿出枪兵，也不想要用这种垃圾。Trash, know your place. OK， 再打翻这个剑士，以 Caesar 的能力绝对可以啊！刺死他们！Slice him to death. Our enemy 啊，喊错了，该死的。Our enemy must be punished. Kill him. 让他们见证我们罗马的力量。Show them the true power of Rome. 我觉得达西亚真的把那个家伙给打败，把我的盟友给击溃。哎。我不知道该怎么收他们。OK， 再升一级。好，其实可以叫城市出来的。我们得赶快攻击啊！我发现我的盟友正在溃败中。对啊，所以我们得加快脚步。嘿嘿嘿嘿嘿。哎，不过真麻烦，这样得加快脚步，不然我们的盟友都要被灭。正常状况下才不用这样。OK， 又一个，我觉得安东你可以行动了啦，对吧？三个编队了，不要再那么多了，不必更多了。Kill them all， 啊，不错。Slice them to death， 我不爱这样的。Kill them all， good job， man。先不要管这个，我们先盖军事城区。这样我才可以招募单位。上啊，我自己。很好，干得好。Commander kill many. Now is our time to kill the enemy. 很好。砍翻他们，很好，他们翻倒了。哦，不对，他们向前往前倒了。Attack the swordman. Those Gallic swordmen are no match to our spearmen. 好了，其实有。But we got numbers. They got nothing. Kill them all.
就是我们真的很少玩玩高炉玩到一个好结果的，每次都是很糟糕的状况。OK， 让我升级一个城市 ，C 是真的该退了，对吧、啊？我觉得他快不行了。我们还得让 C 是，我们这场战役的目标其实很明确，让 C 是一直活着，他其实就不能死 ，He cannot die。如果他死了，我们这个战役就直接宣告结束，对。这就是规则，他不能死。He cannot die。我可以死，我自己的代表可以死，但凯撒绝对不能死。啊、你们懂这概念吗？如果凯撒死了，我们这个战役就 GG 啊，就没有要玩下去的必要了。没有凯撒的战争，没有凯撒，那这个战争还算什么战争呢？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凯撒，我们再赶快保住他，不然他会死翘翘翘。Our GG will play, but we will not let it happen. 他还有73滴血，还可以再抗住一次攻击吧，我猜。对啊，真的是我哪里可以升级五级啊？哎，只有佛罗伦斯吗？好像只有这么一回事。对啊，不然就是去罗马。我不知道庞培会不会活下去啦，因为还想跟他打内战，假装的内战。他说不知道台风天大家在家里面如何。OK， Caesar lived，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哈。好，快撤吧 ，Caesar。Your people need you. You shall not die now.OK， 看到有个难产哦，烦欸。算了算了，我可以造更多炮石兵来，所以不差这一次。戳死他们 ，stab them，spear them to death。Yes，they lost many。罗马军团干得不错，杀了他们。Yes。This enemy general fall. The enemy general has fallen. Now his men will lose heart. Okay, 让 Antony Caesar 的左右手去解决对手。对，我们应该在这边建立一个新基地。Okay, 我自己也要小心一点。不过现在还不是小心的时候，对啊，他还有一格血，那我们就让他继续战斗下去这样子。但是我没有目标可以选，就你啦，就你啦，这里也可以远离敌人，很好。而且这边可以，这边是五级城镇啊，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在这边补给。OK, my enemy are many and envious.They want us dead, but we will not surrender. Gongji. Nice. Good. 这样我们包围出一个阵线来，他们就不好对，不好入侵我们的地区了。OK.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让凯撒继续 回去反图，回到米兰，哎，回到那个地方去补给人力。他的话应该也蛮快的啦，不需要担心什么速度问题。对啊，凯撒一定要活下来。如果凯撒这战役结束前失败的话，我们就直接算失败，那我也不会玩下去，因为你不可以让凯撒死掉。哦，佛罗伦斯，对。我们不可以让佛罗伦斯失去，不是佛罗伦斯啊，应该说不能让凯撒离开我们。哦 ，Caesar must live。丢他们石头。Yes, taste my rock。
OK， 他们承受严重伤害。他们在海上战力会很差，船只又比我们弱。好吧，这还好。好，不过 ，We rush, I guess. Yeah， 冲啊！哦，不对，他们说那个东西真该死。不过那个技能刚才应该是，我记得是会无视那个效果。对，他会无视栅栏防御。啊，太好了！刺死他们。好，有点失望，我以为罗马军队可以打赢他们。不过还是死了。The Germanic warband has been destroyed。哦，我还得小心防御阿奎莱亚就是了。OK， we back， we go， protect our allies。对，我们也进不去。Protect them, kill these enemies。可我觉得我应该保护不了他们。哦，真是。被伤中绝对不能失手啊！这个城市很大型的，要是让在敌人手上就很糟糕了。OK， 我的部队做的还不错。很可惜，我没办法改我自己的名字，成东尼之类的。The Roman swordman is better than your swordman。我们就要找一点弓箭手来协防。Time to strike。OK， 我们先围在城市周遭，防御任何所有敌人的进攻。这些弓箭手必须先被干掉。Goodbye。很好，被伤松应该还可以守住，撑住，这样再撑几次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埃及有点糟糕，唉，他们都跑去北部了，唉，他们都跑去中东，北部地区了，真不懂他们在想什么。啊，不过马赛利亚倒还做得不错，代表我们的盟友还是有在努力的输出，希望他们能维持这个气势。好，我们有了那个嘛，再来就是什么呢？给我点策略吧，对啊。OK， 庞培用了那个庞培的儿子，当然他们才可以召唤将军。不过庞培的儿子我记得比较擅长海战的战术啊。对，他比较擅长海战。对啊，然后我们最后一定要开始准备跟庞培交战啊。现在虽然还没有那必要，就是，但我们一定会准备好跟这个可怕的家伙，跟这个西班牙总督决一生死，决一死斗这样子。Okay, you keep forward, and Caesar, finally， 下回可以再补一次。OK， 你也撤退好了，对吧？毕竟是重要的战力。丢死啊！就像报名一样把敌人丢死，有没有？攻击！对，我们到现在都还没办法做出有效的扩张，不过没关系，慢一点也不会有坏事，慢慢来不会是坏事，攻击 ，strike down the enemy， 然后你们也是击退他们，击退这些贸然闯入城市的苏维比 man， 很好，我们又无视一次栅栏防御，再来 ，go。OK， 眼前的对手有破甲能力，这点倒是对我的那个骑士真的有差了。我是蛮需要工业的。
我刚才不是按战略行军吗？居然没有跑这样子，太奇怪了。OK， 赚更多钱。这边都差不多有了，对啊，好，哦，被占领了，攻击 ，Take back this land for our people, for our allies。好吧，我觉得应该有点难，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钱了，应该可以打败他啦，虽然这样太风险了，对啊，但还好。继续围住，attack， 很好，消灭内尔维的敌军。攻击 ，shoot them down，shut them down。OK， 拿回了我们的。财政中心，砍他们！哦，可恶，我们居然失手了。好，不过城市还很无恙。攻击！哦，可恶，他们伤害真的很高。Fight to the end， 很好，还可以，还可以。哎，我现在，哦呦呀，哦，克拉苏快被击溃了。克拉苏 ，OK。哎，希望他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会增强嘛。然后我们的政敌庞培也正在损失，嗯，不算是很坏。对啊，要是我可以直接占领他的土地的话，那倒也不错，对吧？各位，呵呵呵。OK， 好，海盗，海盗真的会很烦。下一个也是一回合，那就等呗。撤撤撤，你攻击。Ow，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敌人跑掉了。哎呦，没有。哎，有没有想攻城的？攻击不错，再攻击一次 ，kill 人哦，哦，差点。我们要组成一个战线，不要让敌人轻易的突破。哦，可恶，还可以击败他的。哦，我以为可以击败他们的，哎、欸，真是的。哎，好吧，我需要点战力，但 Caesar 还是要修补、修整、修整。哎，等我一下，差点就让他拿回南方的都市哈。这太风险了，但是那边就有补给站呢、啊。嗯，让我想想看。我觉得可能可以到吧，对吧、啊？能拿下里昂吗 ？Yes, this is ours. 我觉得你先回到城，我先回到城区吗？这里好了，这里好了，比较安全。OK， 安全，安全。safe 搭，
哇，只是这边真的太多对手了，不想办法锐减对手的话，我们是撑不住的。唉，然后我们需要增长经济也是，也太必要了，太必要了，太必要了。对，我们现在战力全部都集中在北部了，要是南方有人来攻，我们就完蛋蛋了。好啊，这样的说法也太浮夸，不过，对啊，真的会有点糟糕啦。加上我们对岸那些家伙也想要攻击我们，就是那些海贼，你想要攻击我们，哼 ，They want to see us dead， 哼，唉，但我也没办法，我们要应对所有的问题，保卫罗马，然后得到我们的土，得到我们的高卢地区，得到掌，让高卢地区得到掌控，唉，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真靠等待，哼，噔噔噔。Okay, Caesar is back, and you go to replenish. Okay, 敌人又跑进来了哈，丢他们，丢他们，丢他们石头 ，throw rocks at them. 这是一个很有勇无谋的攻击行动，但我必须做。我们必须拿下这城市，不然我们永远确保不了地区安全，只能一直被打。那你们都后退一点。对吧，退离战线。然后这里也得够。射击，还好还好。攻击 ，attack， 啊 ，for Rome， 这样的概念吧。哦，还有很多敌人从那边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位置不怎么好。Kill them all。Kill them all， 很好。哦，又一对。啊，真的很多对手。我已经很努力在扩张出去了。OK， 好吧，不管怎样，我们都得要升级东西。OK， 先升级城市吧。这边也有那个东西要升级。好，先结束这回合，有点危险一回合。不过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啦 ，hold 得住 ，hold 得住，我们还是有在扩张。啊，阿莱西亚哦，OK， 又轮到我们海盗加入了，该死的，这么太时机太糟糕了。不过我们得要撑到安东尼真的攻下城市，那也真的太久了。OK， 不过下一回合我们应该可以攻城，我们可以拿下城市吧？为什么是一般的战舰呢？
超奇怪的。其实是在海上加火，然后 C 所以赶快过来，回来在这个战线上攻战斗。我们得要先拿下这个地区的对手。然后也得防御往奥克斯堡往我们这边的方向，所以要这样做。反正我没办法一直产新兵。丢他们石头 ，Thank you 。虽然伤害不怎么样，但还算是一点伤害。Archer shoot， 很好。嗯。唉，继续战斗，奋斗，奋斗，嘿，奋斗，嘿。OK， 我们还是得要再找一个地方升级。我觉得这里那不勒斯很适合。我又忘记叙拉图了，没关系。And that's not good. OK。好吧，我们留114块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对、啊，城市规划让我们升级变低，升级费用降低，这是件好事。好，既然没怎样，招募。OK， 我们要继续守住我们拿到这些基业。把这些该死的野蛮人给赶出我们的赶出我们的地盘。Driven them out. They must out. Out, out, out. They must out.、哦、就像 RL Craft 会把我弄 out 一样。这些家伙必须 out. Out 大师啊 ,out 大师。OK， 这回合、啊，对啊，反正 Caesar 可以来帮忙攻城的吗 ？OK，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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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sar 帮忙。哎，攻击超差的。不过我们需要安东尼到其他地方作战，所以还是加快吧。OK， 拿到新的城市了，攻击啊、哦、不怎么好，再攻击。看来安东尼又得回去了哈。好，希望把对手给刺杀。哦，还有那么多人哦！天哪、啊，攻击。OK， 还不错。太多对手了吧？Destroy， 很好，再次摧毁对手。OK， 哎，还有很多要升级的。哼，对，有敌人过来了，好。